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泰宇。这幅画是韩之行小朋友的作品。我第一眼看到这幅画的时候，被这句话给逗乐了，就是下面写的"宝宝心里苦，被爸爸妈妈玩坏了"，感觉这个小朋友是一个很幽默的小朋友。然后看到他把画里所有的网球拍呀、网球、太阳跟云啊，都画上了鼻子、眼睛、嘴，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生命化了。对，所以我很喜欢这幅作品。最后，希望这幅作品成为今年中网公开赛的网球海报。希望大家支持中网公开赛，支持中网小画家。